学圣地，环绕之乡，武林大会跨年祭祀，太极拳总决赛。他是横扫全球搏击擂台的不败神话，他是风靡全球的中华武术代表。2014春节特别贡献，武林大会走进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，太极拳展泰拳。挑战赛第二场，由姜磊对战赵烨佳。大家好，我是姜磊，我对这场挑战赛把握不是很大，对手体重比我大太多了，我是比较注重实战技巧的选手。赵烨佳，我一定会赢的，加油。我叫赵烨佳，来自河南温县。我觉得姜磊实力不行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能够打败的。体能上他跟我要好一点，我们都觉得他非常像卡通里面的一个人物蜡笔小新，从面相看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强悍的对手。姜磊，挑战你，我有信心。还是作为年轻选手啊，有些操之过急啊。第二场比赛，红方姜磊，这是准四强选手，黑方的赵烨佳挑战选手。红方的姜磊，开始之后呢，就想通过一个在擂台边上的技术呢，把对方推下擂，但是最。